请进。你不是跟陶腾在一起？我们是来给你送请帖的。杨医生，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美国。那里有个宫颈癌发表会，要我代表出席。开会？啊，收拾得够干净的啊！哼，杨俊博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什么？全球知名宫颈癌专家爱德华先生最近发起了一项计划，准备治疗全世界100名宫颈癌患者，而你是主动申请加入的专家之一。这项活动要持续多久，你知道吗？5年。5年时间，没有你这个障碍，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？那要祝福你们两位了。本来我是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，而且我也这么做了。可是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人。谁啊？你。你的表情告诉我，如果我隐瞒他的话，我就输了。你到底是爱叶子还是想赢我？行了，我已经向爱德华教授同样也提出了加入请求，他也同意了，我会跟你一起去。杨俊博，我不是输给你，而是我不能放弃我的母亲。老婆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，老婆！老婆，老婆。怎么是你？喂，叶子。小心。这个世界的事物本来都是平衡的，一个生，一个去死，这很正常。可是为什么是杨俊博？为什么会是他？你救了陶腾，我以为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必须要有一个人要死吗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还有一次机会。对，你还有一次机会。你想要做什么，或者说你想要改变什么？你说过，一生一死很公平。5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5年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讨厌？彼此彼此。错，宫里见长。你不是专程来找我吵架的吧？听说你现在是人雅的副院长，不过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。申请回来了。这几年你在新加坡的医术也有长进，这对人雅是好事。只要有我在人雅的一天，就不会让你有太平的日子过。咱们俩
没完。那我拭目以待。彼此彼此。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不是吗？